我的爱情与面包都在他身上。这个面包似乎就像我心里面的神一样，他救了我们一家。这样成功，我觉得很欣慰。他对他的产品很有信心，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吃面包，然后你连结的是一种幸福的感觉。韩国是排到3月份。昌木麻衣他要来台湾，指定要来买这个蛋糕，他喜欢这一味。用味道记录在地故事，用感动记忆美食温度，酸甜苦辣五味人生，台湾100种味道。